说珠穆朗玛峰，第一个感觉是什么？高。对，很亲切，很有亲切感，珠穆朗玛。然后那肯定很敬畏，嗯，因为经常每年都会过来，所以就一听到这个名字就非常亲切，非常亲切。嗯，首先人才从哪来，要创办一个学校，法国国家滑雪登山学校，他每年给我们派一些教练员过来，我们的学生过去到阿尔卑斯去训练，这样子，这样有一些交流，使得我们这个登山学校的这个技术啊得到了迅速的这个提高，培养出了200多个人。这个有多高啊？这个18米吧。18米，6层楼。好，中国的登山事业发展越来越快，爱好户外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珠峰的垃圾大部分就是一个人为造成的，所以我们每年都去这个上面的垃圾都弄下来。就因为山是我们对登山来说是一个我们生存的一个地方，必须我们都最要我们要保护这个山。这个环境的问题啊，我觉得通过登山这两年是应该是山峰所在地的保护的更好了。现在当地我觉得他们都有这种意识，他们会沿途会把这些这个矿泉水这一些易拉罐啊，他都会下意识的就会捡起来。还有一个呢，更多的是肯定是要培训，对吧？我们的登山队每一次登山大会设计了这个环保课，大家以为雪山，但是珠峰基本上是岩石裸露出来的，多少年它这个垃圾都在那里，我们都可以清下来。如果说雪山的话，那个你第一年去第二年下雪那个盖住就找不到了。珠峰呢就是7028以上到顶峰大部分都是有这个岩石。今年去珠峰的话，基本上珠峰上面看不到氧气空瓶的。以前我得照了一些八千山的营地的照片，今年照了这个照片对比一下，基本上都少了很多很多。今年的话，我们在登山修路的过程，它也是清理垃圾的一个过程。我们的修路把路绳拉上去，把旧的路绳清理下来。可能有时候啊，有时候天气差呀，这个我们可能上去撤营撤不回来一些东西，但是我第二年我一定要撤下来。然后其他的这个垃圾呢，就以前没有那个什么处理了，现在我们是准备呢，就是把这些垃圾，这些做成一些这个艺术品也好，这个纪念品也好。这是个也是个艺术品，是尼泊尔的一个艺术家，他把珠峰南坡产生的一些垃圾清理回来以后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牦牛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这是一个在利用环保，很环保的一个，他做了很多一个这个，还有通过氧气瓶，做了很多像莲花呀这样的形状呀，这样的一些，把这个氧气瓶钢瓶掏空，然后里面设了什么雪人呀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这都是非常好的艺术品。所以通过这个呢，给我的一个灵感，我说要把珠峰上面的一些垃圾，铁罐罐呀，什么绳索呀，帐篷啊，帐篷杆啊，拿下来，我们想把它制成这个纪念品。你看，这些都是这个艺术品。那登山呢，我们是必须只留下自己的足迹，我们是尊重山的。那我们要保护它呀，我们是喜马拉雅的守护者，